如果你想在日本住都很硬的话，可是你又害怕跟服务人员讲日文，那不用担心，自己操作，自己去耶、来，面板上面呢有个繁体中文，不要害羞，七对入住手续。那我自己呢有办会员卡，所以呢来这边按进去，好，这里插入会员证放进去，好哦，已经 check in 好了，很快，三天两夜 OK， 入住此套房，我住台湾，所以日本国外 OK， 扫描护照喽，第一本，开始列印护照，也是日本以外，好的，来，好，第二本，同房间者。Yes， 好，他会提醒说，这一次呢已经是没有房客房清扫的服务，因为我们是环保专案，所以呢，我们呢，他隔天他就会把浴巾跟毛巾还有地垫挂在房门门口，所以我们只要隔天早出去的时候把脏的丢到地上就可以了。确定？哇，太好了！1580三天两夜，有八点，太好了。好，确定。付费 cash， 两张一起付就可以喽，可以一起放。哎呀，在这里，好淘气哦我。确定 ？Yes， 好，早前完成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就会吐出房卡，就可以确认。呀，这是我们的 receipt。好的，好，他又推出两张房卡给我们。第一张房卡，再来第二张房卡，噔噔，愉快夜晚，愉快的夜晚，完成。See， 不用两分钟的时间，简简单单，哼，就可以 check in 完成。所以啊，为什么大男孩我这么喜欢来日本住都很硬，可以自助包到多好啊，只要两分钟让你一整个晚上四夕还不快来日本玩啊。各位，这里是我们的餐厅，超棒超大间的，这里呢会有提供很方便很速洗，就像家里一样的洗衣服的设备，下面洗衣上面烘衣，难怪想说这么香的咖喱味，原来在煮咖喱呀，超棒的，好香哦。像我这个饮料控，这里投币机一定是少不了的啊，我也是水男孩，所以这里冰水热水跟冰块都有，超好的。哦耶，这里一样可以有租借行动电源的服务哦，超棒的。而且如果你需要商务使用的话，印表机跟电脑都可以有。那这边呢是罐品，因为呢这已经环保套房了，所以有些牙膏牙刷呀，刮胡刀啊，还有肥皂啊跟梳子，然后跟简单的清洁组，还有茶包组，最重要的是还有喂，这里也有棉花棒可以让人使用哦，这里还有可用睡衣，需要的话自己来，不用客气耶、预祝愉快咯耶、果然比起上一次我们三十一线的都很硬，这一家韩馆招式前的哦，这好大哦，房间真的好大耶，超棒的。一开始呢，让两张卡片，一张插进去，整个就灯火通明啦。另外一张记得收好。然后呢，开向我最爱的厕所，噔噔，哇、哦，一样有最速洗的浴缸。而且呢，我觉得都很最棒的东西是他们的这个设备啊，淋浴设备，那个洗手台跟淋浴头用同一组设备，非常的方便，而且操作上也非常轻松。看上面，来，我们下面有那个最爱的，我最爱的免治马桶，
而且很贴心，每一间都是我们这些双人房，所以有两个浴巾，非常的大型啊！哦，也是我最爱的房间里啦。看看这里，他就问你说，明天呢、啊，你会几个人使用早餐？一个、两个或三个以上。还有呢，如果不要的话，刚刚讲不要就好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很多商务人士很需要。来 WiFi 房间跟他的密码会帮你配注密码在这边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哦，一样有贴心的吹风机设备，然后呢，电话直接打到一楼的总机没有问题。热水壶啊，很贴心耶，一样有小小的手电筒，照亮你的生活。好，先放着。好嘞，一样。这里有冰箱，哦，冰冰的，已经是过好电的了。再来，床头，这里除了插座之外啊，还有 USB 孔 ，Yes， 然后呢，小台灯，非常方便。这边的灯，它阅读灯哦，而且如果说晚上，可以把手机放这里，完全不会干扰到你的睡眠。然后呢，哦吼，小小阅读灯就在这里，它亮度非常够，可是它是 LED 灯，所以。很亮很亮，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建议把它关掉。超棒的160公分的床，哎，这躺大字型都不是问题了。因为我们今天住的是五楼，所以呢，哦，这灯啊，夜景好美哦。不给你看，我自己欣赏。哎，最喜欢这晾衣服的设备了，因为很多东西，很多衣服裤子需要晾起来，多方便啊！而且我最爱这个。我们这个室内的清新喷雾啊，有些房间真的会有烟味哦。前两天住过真的有烟味的房间，所以记得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那你房间香喷喷，很舒服哎。哦，最重要的是，你看我椅子这样坐下，哇，左右边超级宽敞、超级大的哦。你看哦，这样子大的房间可以放下32寸的行李箱，摊开装进你所有的战利品。Oh my god， 两个三个。都不是问题，打开开，把你沾面全部装回家。好，打开开，把你沾的品全部装回家，太好了，让日本行变成一个很开心、很欢乐的一个 trip， 耶！请关注客厅的订房情况，请归还客房钥匙，选择服务客厅的订房情况，请归还客房钥匙，订房手续完成，感谢您的使用。